원인난혼야단가이차라리과일도단타이와아회라文心也开路红中心最喜欢我最高当过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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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也开路红中谁最喜欢我最高当过手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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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老师，今天你是好日子耶，很好很好的日子耶，那个双十国庆，是啦，今天你是我们的生日耶，对啦对啦对啦，今天你也是嫁娶的好日耶，是喔，多少场啊，喔，真的啦，是啊，这当时要离婚，什么啦，人现在嫁过了，人就开始恩爱啊，喔，我是我们客人烦恼呢，哪有人在嫁娶你在烦恼啥，以前我朋友喔，阿明女朋友喔，同居九年，哎，算爱情长跑。嘿啦，我讲啊，你讲讲困遐久啊，讲娶娶咧。查某人有几个九年？对咩？啊，真正有够有责任咩？啊，拢甲娶起来。哎，真正。半年就离婚呢。咱爱人少好啦。啊，真正是。人家好不容易吼，走到爱情的坟墓。无啦，伊个吼，迄个。哎，爱情的坟墓地，伊个离婚一对会当生存两对啦。人人本地吼，人要嫁翁啊，那个是看伊好吼，所以要决心甲伊安尼共度一生。该安怎？该安怎？该安尼哦。做伙行，唔是啦。啊，你拄仔毋是变安尼？我来变安尼出来哈。我拢去有老师导的。喂，我导掉嘞。我爱人调低。木那点仔，无会无顾，所以爱向老师学习。对啊，
爱鹅我呢，较点在嘛搞的，查某人搞的亲家，化解，查甫人搞的纵容。老师，啊，你都无搞的呀、啊？我有纵容无搞的去啊！老师，咱吼、喔、有一位大哥啦吼、喔，大吊哥，不是大哥兼大嫂，拜拜。大哥大嫂，哎、啊，伊吼、喔，安尼拄着我吼、喔，是，伊就甲我安尼底下话吼，所以毋知大嫂伊去拜拜母娘嘛，去拜阿母，系啊，伊就甲我底下话啦，伊讲好，嘿，老师你有遮好的观念，咋个好客出来呀、啊？哎呦，阿哥唔免开钱呐、啊，哎呦，真的、喔、哎呦，真的吼、喔，哎呦，吼、喔，想不想个开瑞安尼啦？是生是生命会开瑞、啊？你最近唔是好一个观念吗？咱伫遮咧。送给我们老婆生的观念嘛、哦啊、根本就不用开钱，我可以让他找回男人的骄傲。对啦，因为男人我们说真正的、嗯啊、不是大家都有在调呢，啥你不知道，平平同样那种方法、喔、有的是有路用，有的是没路用的呢，所以你怎么看得清人家的好啦好啦好啦，说的都不是重点啦、嗯、重点就是说、喔、我们这些乡亲朋友老婆生大家即马拢爱小酒小薄咧看咱的节目，啊，身体健康的部分拢咧交代好咱。好老师。哦，啊，张辉这个人您都知影。做本张诶。啊，我人我未去骗人啦。啊，个半小时啊。我这未去骗人。我哄骗的有呢，我未去骗人啊。你看我节目看这久也知影。个对。啊，我性地较好啦。我这人。你讲完太会笑啊咧哈。我很生。好性地，我跟你听哦，我这是中心硬气的，大家拢知影我中心硬气。我做代志对就对，唔对就唔对，无咧分什么天公人诶啦。我讲完这个，无咧讲结婚诶啦。系啦，就是安尼。不管咱老婆啥看咧，这么会下。会下哦，继续好落去。因讲因讲，张伟好，我来看你节目哦。我的心情就养起来啊，养起来了，阿哥你又够观念方法哦，够适合的阮哦，我身体就够用起来啊。就咱有做阵逆商吼，做精神老师的，人伊讲即卖吼，伊唔要精神老师啊，人伊家己嘛做会到啊。伊家己有法度啊。系啊。唔免阁用 D 图开安尼哈。啥物用 D 图开？用卫生纸。我是无了解啦。人个手长伊拢爱加一支。一路一路，哎，不是爱吊伫遮吗？哎，啊加嘞，啊加好吊，伊唔得就脱哩。哎吊啊！哎，啊人家袂开，那加一支钉哦，加好吊。你要看第一土著伊，土著拢个白厉害。人家是因的面红啊。好安尼呢？哎呀，即摆无论咱男士朋友还是咱的女性朋友，拢会找老师。像昨啊，哎，好，咱昨日个接着。一通电话啊！是，哎呦，我吼无找老师袂晒呀啦， hey, hey. 我吼啊两天吼无放晒呀啦。你咧讲迄个煎饼亚速行的头家娘呢？哦，伊是头家娘呀。迄阵诶，我本人去到因家咧。那老师根本个无咧出去了呀。我不是，因为哦，伊讲伊两三天无办啊。哟。啊，即马你家想，咱搁连续假期，搁经过两三天。哟。安尼就规礼拜无白啊！安尼死人呢？安尼会花伊啊！哦，所以我讲啊，拄好我后尾去高雄，我顺续来甲关心老师，你讲迄个油钱吼，你讲那无咧算遐啦，无咧算，咱主要是帮助人啦。啊，你搁开一台正车去到遐，好难哦，油钱嘛要交。我还敢，安那二十吧，给他发到那天才二十块。我一开二十块去到高雄来回，那车给他发到发到，呼呼呼，安二十。我来我自开台新车大台掉。不是，咱是无咧分看有赚无赚啦，有了无了，有开无开啦。是老主要是讲。因为伊讲伊两三天无放啊，无放晒，啊，即马佫咱的连续假期佫两三天啊，对，啊，即马两三天了后，我佫佮假期到遐，得佫经过一两天啊。虽然咱的节目做很长诶，安尼伊都规礼拜都无放，安尼都袂使是，我毋得着急着，因为咱佫老大人，佫有岁人啊，不比少年人。真正老师比伊较着急，哎呀，讲着迄个我听着安尼，我毋得准。
转转好啦，无啊，我都要去高雄，我顺刷划过。迄不是顺刷划过，迄是专工划过啊。无啦，无顺刷顺刷。哦。咱讲熟悉呢，都要本地，我是要去高雄的嘛。啊，你都拄啊有迄个需求，啊，我刷顺路过啦吼。啊，伊头几年嘛足嗨呢。啊，伊看着我讲，伊看着我讲，嚯，你比电视佫较引导呢。哎呦，佮再有讲趣味啦。安尼，我迄做无别走。啊！伊嘛做迄落呢，伊就变啥观念要无啊，甲他囡仔煞落去。哦，好啦好啦好啦。老师，啊无既然吼，咱老婆婿拢即卖哦有即个观念，怎样讲哦？大便爱通透，啊小便嘛爱通透。对啦，咱都一个基金吼，就到膀胱、腰子啊、大小便爱拢会顺时。这拢较重要，因为这是咱人体内底的毒素。吓啦，无啦，干脆讲，今日你拢来关心咱肚脐落去啊，那些下盘这泌尿系统落去这的所有，好好哦，下问题啦，好唔好？好。啊，顶完起来，迄马仔较怕，后仔较怕什么？来，我哪有掉啊？啊，来，什么嘛？直接吃出来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来左边，右边，再来一次，好不好看？要过人，预备，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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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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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一二三四，再一次，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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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起来，拖出去，飘！呀、yeah ，我赞了，赞你啦！有刀无？有啊！有啦啊！我。今天人吼，来讲一个代志互恁听。什么代志？是啊，咱人咧警惕阮查某人，警惕破皮啦。破皮啦，够歹听。对啊，啊，你这个破皮啦，有无弄安尼嘛吼？你什么破皮啦？啥？什么？搁有啥破那么回？破台无敌。破死鬼！破死鬼啦！啊，真正呢！迄查甫人有够害的，迄后尾当迄落啊，后尾当公婆。迄落是啥？迄落个呀。迄落是啥？嘿啊！嘿啥？嘿。嘿，都吃鸟啊，好笑。你上哪里讲迄落嘿？啊，迄都吃鸟啊，嘿，嘿，都吃鸟啊，嫩蓬干的。是好久就当时去嫩蓬干啊？有好久久呢？有啦。啊，我呢，不然你也不赶快，难我呢，像我呢，你忙像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都一只鸟啊，两蓬空的哟。不是啦，不是哦。好久久哦。哦好。嘿，嘿，你这叫是黑姑娘，哈哈哈哈哈哈！我哪要穿你啊？对哦，你这光派，哈哈哈哈哈！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嗯，安怎？啊，你讲啥？你不是要讲形容我早人？对啦，我咧讲咱古早人先啊，开去讲咧。
讲迄个骗相查某人讲破皮啦呢，其实咱足歹听，啊，毋过吼，真卡人咧讲话是介上土啦。为虾米？啊，因咧拢无，因咧拢无歹意，毋过迄话好就出来安尼啦。人讲破皮啦，佫无歹意啊。袂啦，以前就是安怎呢？以前哦，真卡所在哦，啊，伊个庙里咧做戏啦，啊，做伊个头家啦、楼主哦，就去请迄个戏团的头家甲伊讲讲。你若有才调，甲我做甲吼，迄个阮的庙埕人走甲了吼，走了了吼，安尼我搁甲你加钱安尼啦。庙埕人走了了啊。伊意思是讲，你做较晚的，啊，吼大家拢等你困啊，安尼较收啦。安尼我甲你加钱。我甲你加钱，爱时间讲哦，你若我都做甲大家拢走了了吼，我甲你加钱安尼啦。啊，结果金光鱼在咧做啊，啊那做那好，我暗时那做那老热啊，啊说人愈来愈济啦，哦哟爆满呐！啊，因那个做鱼的徒弟讲，讲阿阿爷去讲，兵部师傅啊，哇靠，千军万马呢，讲意思讲人足济，你也咧看呢啦，哦，介济人啊！哎呀，替我想一个办法啦，哎呀，别讲开。没公开啊，该好势啦。嗯，安那好势。我了的时阵，在香港无来无钱，落一阵足大阵的雨，你知无？雨落、哎、啊！哇，大家一头啊，夹嘞，赶紧的哦。等下来走啊！要跟你输啊！等下掉雨，拢等你困啊。结果还佫有三个左人呢。三个左人。迄三个左人转左边的电啊卡在看。都继续看戏哦。有啊，啊人还袂走了啊。哦。嘿啊，哦，啊真正实在哦，伊。即卖伊落迄落，因师傅阿刚举起哩，徒弟啊，你敢看千军万马，搁有哩山卡无啊？因阿刚举起讲，兵部师傅啊，搁有三块破皮在哩顶啊卡。就是安尼来的哟。哎呀，哎呀，哎呀！哎，到即卖哈，恁闽南找人啊？嘿啦，嘿啦，讲个破皮啦，安尼啦。啊，其实哦，迄拢无歹意啊，无歹意啦，形容俗尔。都有咧，啊，都有。马仔吼，我甲你讲，讲啊，什么叫做鸡鸡对鸡杯，鸡高对高招，鸡去只个会盘家知道。老师，你若无讲真吼，会失传。对啊，迄由来呢？我明仔载啊讲这个由来，互恁听。好好。好，好啊，今麦要讲啥？今麦来讲，就是咱老无山啦。要哪讲咱老无山啦咧？无啦，上重点就是。有一件代志，我爱甲咱讲一下。你敢知真？咱东南亚啦，卖讲全世界啦吼，咱东南亚咱看会到的。对。哦，咱较接近的，食上咸的国家，倒一个国家你知无？日本。日本对。嗯、日本你看拉面也好啦吼。汤啊，米素汤啊。伊的物件拢介重咸。重。嗯、奇怪呢，伊都比咱较重咸。为什么《西游记》的咱台湾人比因较济？全世界比例第一名。第一名。人口比例第一名，有什么啊？为什么咱食都无日本人遐重咸？人日本人西药剂人都无遐济，是啊，咱台湾人较济。为什么？因为咱日本人哦，因咧食的物件虽然是重咸，不过无咧乌白掺啦。哦，唔是咱台湾人啊！你来看咱新闻咧报，化学的、过期的、啊加工的、染色的。啊，迄个香料的，哦，过期的工业用的，哦，拢离嘛。人家日本人个食物件，你讲沙司米就是鱼啊吧，沙司米就是沙司米，哦，对不对？虽然重咸，不过人因咧食物件呢，都较比较较实在啦，诶，食材啦吼，食物件较实啦。啊，咱是加工个，啊，咱拢加工个伤过济啦，佮加上咱个健保伤过方便啦，那无啥咯。咱的健保就是伤过方便，所以大家当不当得来去看医生、吃药。嗯，这个白无时间当去吃药，你药啊吃遐唔济，你药剂咩来看？啊，佮加上咱佮有慢性病。对，啊，就是慢性病，唔啊吃一寡遐会糖尿病啦，遐会控制药啊。那无啥，无怪咱台湾人西药剂人遐济。那你要安怎？好佳哉呢？安那？介济人老婆说讲好佳哉，张辉啊。嗯。虽然你一个对症人，我都大家救甲焦掉。但是起码多，你救一个算一个，救两个算两个，功德嘛算介大呢。老婆啥福气？啊，要救嘛，都要多因看会到呢。啊，无我要对，我刚才走一堆。所以啊，接得好姻缘嘛。小蛋关心啦，好喝，超级功夫。
呀啪！交在金库。鼻孔竖开，竖到丹田进开，嘴合合，爱提肛卡正面嘞。好，我来讲伊。伊正平一脸，正平一脸，倒平一脸，倒平一脸，头前一个，后边一个，较好伊。二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考起五年了，无。好，我来讲伊呗。一。我的功哎我的功姐姐啊！来那来，赞啊！赞了呀！都赞了你呢。好啦，我来讲一个笑话，互恁笑。好，爱讲较正经的。石头伯啊，嗯，石头伯啊，伊住咧病院哦，住一段时间啦。石头伯是破病住伫病院。身体哦。够用啦！啊，住病院啦，住一段时间。住一段时间啊！煞无代无志，叫国家老院啊。往生去哦。对哦。好哟。啊，即摆伊一个往生去哦。嗯。好，内面的护士长啦、护士啦、路途开的欧巴桑啊，大家一哭哭到未哭。大家查某人哭到变点叫哦。哭到像鸡蛙了，对。那会安尼啦。啊，对啊。啊，即摆。医生拢奇怪咧，是啊，一工病死安济人，你不去哭，石头伯啊死一个四年安尼，规间为护士长哭到护士哭到连咧路途卡阿桑也在咧哭，咁我受早人拢咧哭啊，有啊，伊就去甲心去甲了解，哦，原来安怎，伊拢含石头伯啊有一腿的啦，石头伯啊，有，一个查甫人搞遐济早人，对啊，啊医生咪讲。我石头伯啊，够很牛啊！过人之处哦。哦，够真正很厉害吗？嗯。伊拢甲石头伯啊，一翕符拢甲挂起来。烧起来。我一定要等下甲研究，是啊，那石头伯啊，互查某人接怀念啦。嗯。伊拢甲烧起来呢。用一克啊底啊，就等下厝。烘起来炸。准备要等下研究看。到底是安怎呢？什么过人之处无？哎，等于即马医生因某看到伊看一个纸壳啊哦，佮同啊你壳是物件啦？啊，迄你唔捌啦？啊，什么物件？你甲我讲啊？对啊，对啊，哎，啊你唔捌，你唔捌嘞？哎，就扛下就去，会惊啊洗手啊！因某想讲来甲看麦甲掀开，哈，这可悲啊！你看到，你看到讲，哈，这可悲啊！你死啊！因翁走出来讲。连你有哪知还一头白来哦！哈哈哈哈哈！哦，这头白太厉害了，放心生牛啊，我哪会去到你啊？对啊，这么正经的老师，你不正经啊？我正经，我不爱讲迄什么大呀、腿呀、公啊，迄我不爱讲，我要来讲动物界。是啊，人家动物界吼，有哪有迄个乐队呢？哦，阿毛街头艺人呢？哎呦，是啊，像迄高虾啦，吼阿哥加做啦，好，阿哥蜜蜂啦。哦，阿哥牙刚啦，伊拢走去做街头艺人啊！哦，为弹钢琴啦，吼，啊为呢吼，买弹吉他啦，哦，啊像蜈蚣哦，吼，一个牙刚，牙刚一个去奔萨克斯风。哦，牙刚是奔萨克斯风的哦。对。哦，有那么感动的呢哦。嘿啦，
啊，伊嘛分嘴分得介好听啊。哦哟哟哟！所以吼、哦，迄个人去啊打赏嘛，人家街头艺人个呀。哎，个是个个个个，迄个落钱啊，吼。哎，鼓励一下嘛。鼓励一下啦。哎呀，啊个啊打赏蜈蚣啊吼，啊个兼迄个狗虾啦吼，蚕蛾啦吼，即摆蜈蚣哦，牙刚个讲啊哦，啊你唔爱还我钱啦，我袂当客家的钱啦。为什么啊？你客钱你算侮辱我呢？哎呦，有志气哦！我是牙刚呢。袂使客家的钱呢？哦，啊，我甲伊问讲，啊，你是安怎袂当客家的钱？对啊，对啊，因啊，你牙工嘛是牙工，我学拢看伊。我蜈蚣，你捌听过蜈蚣不收入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客钱呢？好呆，嗯，蜈蚣不收入诶。嗯，安啦，安啦，较正经诶啦。好，我来讲你咧一间佛寺内面啦。佛寺。对啊，对啊，阿弥陀佛的，一个小和尚哦，趁那个师傅啊无在哦，拢伫个房间内面偷看日本的 A 片呐、啊。小和尚咧，对啊，你看，啊，啊，六根清净才对啊，对啊，阿因师傅回来哦，看到啦，多长条，这相片呢？相片哦，来讲。那个小三妹，你去那个佛的面头前忏悔，我去忏悔哦。是啊，啊，就一直去忏悔啊。那个佛祖啊，啊，你得吼原谅我啦。下面我，因为吼我平常时拢食素菜，素菜啊，素果，素果。嘿，连我咧看这个 A 片，伊这嘛是素人呢。再分再当何时？惦在阮身边，缘分难离，珠泪滴，心爱的女子，请你唔通来悲伤，好好过日子。在阮心稀微，不敢来分离。哪到他乡，阮也是会来思念你。最后希望你原谅海上的男子。
迄、那个头拄则咧讲到《西游记》这种名称吼，会使讲即卖啊，每一个大人大家拢爱注意细腻啦，拢爱注意细腻，因为这大家毕竟着的一个过程嘛吼，大家拢会去当着的代志。你若一个无小心，啊一个疏忽，有可能着因为安尼，你的疏忽，你的无小心，着去《西游记》啊。有这个歹呀？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大多所见《西游记》拢是误会人较济啦，拢是误会人较济。少年的少年的较少，少年的较少，除非就是伊家己就是有一寡用药不当的啦，还是讲哦，伊有伊糟蹋家己的身体，大多数拢是安尼较会《西游记》啦。啊无，少年人都《游记》都拢较健康哩。你若好好使用，对啦，正常使用啊。伊这《游记》会当用用了几百年的呢。那么为什么？你会较济人较容易会有西游记的这方面的危险嘛？为什么？伊第一嘛，基本上是咱游记用久啊。对。哦。平常时，我唔相信讲平常时你拢有迄个观念讲啊，我游记也无安怎，我来甲顾游记，无啦。无啦。一般人拢是有问题啊，有问题啊，较咧撞的啦。哦，找无几个讲。伊有迄个养生的观念哦，啊，我什么时阵我特别安怎来做，啊，把身体顾好，介少人啊，有当时啊，有迄个有想要安尼嘛，无一定着有迄个困难啊。对。过来就是哦，咱的年岁有了后，你甲看查甫人，着先讲查甫人啊，因为查甫人有尿无线，爱尿无线就是叫良性的瘤啦。那不是我咧讲的话，你逐句拢甲录开啊！哦，张辉这个人哦，无咧讲假话啦，阿嘛无咧乌白讲话啦吼、哦。关心恁就是爱讲真话，哦，阿、啊、我若讲真话，但是若讲了较直接、较歹听，去插到你的耳，你卖生气，这是关心的，这叫做忠言逆耳啊！哦，听到你的长耳啦，啊，不过这个忠言逆无道理。咱查甫人出世都有一粒，这个粒啊的这粒破线，有可能只要像啥像米豆啊呢？这个粒啊，到落尾愈来愈大汉，像土豆，啊来了像辣子，来了像椒啊卵，来了像鸡卵，有的来一粒像橄榄，愈来愈大粒不？对啊，哎，即马愈大粒的时阵哦，伊会去缀着你，大粒起来去缀着你的肉梗。啊，所以呢？等你肉梗去缀着的时候，你就放未出来啊？太屌的呀！你。肉变成安怎呢？都袂大干啊！过一点就是讲膀胱的肉吼，的肉液你无多一摆放较大，放袂清气。你会做两三摆放，所以你会介搞尿，是因为你去得的肉更你无一摆放较大嘛？啊，无一摆放较大，你做两三摆放过，当然你常常咧走便所，常常咧走便所，搞尿啊！原因就出伫遮。那么有一天啦，你咧走便所，我徛伫遐，哎。奇怪呢，我只要咧放开，今仔像咧放开袂出來，你来说你安尼，迄就是咱的尿液已经伫咱的膀胱内面停留的时间伤久啊，啊伤久，咱的膀胱的黏膜哦，要接触就尿液，伊到落尾伊会发炎啊，发炎伊会抽水，等于尿渍佫过滤一摆啊，所以咱的尿渍拢咧离了太高尿啊，伊毋是咧离水呢，是咧离了太高尿、啊，所以呢，所以咱的尿渍会受损啊。西游记就是安尼来的呢，是安尼来的。那无算，我咧讲的话，你甲医生讲，医生就讲，哇，这人较真来行啊。你雨伞背大造成西游记，对，啊，佮影响肾功能。哦，啊，你那你雨伞大起来，当然你的肾功能就退落啊嘛。相对的。你就像咧坐跷跷板啊呐，你雨伞大起来，你的肾的功能就退落啊。嗯。哦，啊，佮迄时嘛拢误会啊嘛，所以乡亲都没有老婆生，有的人你也看。查甫人啊，歹势人，我直接讲啊，有诶尿放了吼，休息诶拖入来吼，哪能拖开，裤脚就澹去啊。哦，搁禁未掉。啊，就放尿头、闪尿尾啊。锁未严。哎，都这介侪查甫人拢安尼啊。今仔张辉那比较过，我那是同款会安尼，毋是袂好。噶这是咱都有观念、有方法。哦，暗带少年开。对。啊，你若是无诶，以上迄位入去便所出来，你看裤脚澹澹。迄就是安尼啊，啊，不是靠靠的就好啊，去有医生靠的。哎，迄就是尿泡酸增大，一定要靠嘛。嗯。那么你若会放尿头、渗尿尾吼，你来裤袋定湿湿啊，啊湿湿的臭尿破险啊，啊臭尿破险，有通讲一较粗嘴的啦。今仔娶，卖讲娶某娶妻啦，谈查某人要做伙，伊那内裤腾开臭尿破险，
人就稍微冷一半呀，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哦，人讲讲熟悉的，所以当你呐，我都发放就放，啊发了就裂。所以啊，你内裤打伤，当然咱就没有迄个臭脚破炎的问题，裤脚就没有打面的问题嘛，咁唔是安尼吗？啊那安尼，你都未裤脚未打面啊？裤底打伤就表示洗药剂无咱的份啊？啊对，好啦，无啥咯。有道理。哦，对不对？对洗药剂无咱的份，所以介济人哦，三更半夜诈骗说，三更半夜。为什么搞这个？托我讲的嘛。譬如安尼讲啊，咱三点钟放一摆，一摆放三百 CC 啦。嗯。哦，啊你甲想哦，今仔日我呐要困进前，我呐甲咱的皇宫内面所有的三百 CC 做一摆甲放。放我清气。等我困醒起来吼。尤的劲啊，已经天光啊！咱个袂搞尤啊！哦，啊你那要困进前，你去放三百 CC， 你甲放一百，你还搁落捞两百呢？小等下面皮加小，又搁咧劲啊，搁咧放一百。无怪搞尤。即马搁要加要困啊，又搁爱搁放一百，做三遍放啊。拢免困。你一步就做三遍放，无怪你常常爱走便所啊，查甫查某拢共款。这个问题拢爱注意。哦，这。照片说是小事啦，是惊人工药剂叫歹，这个是食烂啦。咱讲熟悉就是安尼啦。查某人就是因为哦，因为你无咧无线，不过你又偏一斤八多。啊，你敢看迄查某人啦，无嫁也无生过囝的哦，伊这个老尿的机，这个比例较少，较袂遐老尿。啊，你生过囝的人做够老尿的，因为咱讲。你生囝了，经费都括约支无啦呢，裂袂掉啊，伊就裂袂掉，哦，啊裂袂掉，这查某人大拢安那，啊会要过，伊就唔得会收缩，对不？啊袂要过，袂要过就去了了啊。啊你若袂要过，唔过拢靠得拢有哪淡淡啊咧？啊对啊，查某人在出护垫呐，啊个路好讲咩？爱出个棉啊，啊无内裤嘛，垫垫嘛大棉，啊都爱垫垫换咧，要垫来换会感染着，啊感染着佫发炎。啊，反正就搁多对药剂来，唔说嘛，都爱说。赶快要买些药剂。讲艺术嘛。老师啊，你那药剂呐是要判起的进程，有啥物款的问题，有啥物款的镜头，那我老婆才了解一下。进些药剂，甲咱健保哦，开查600亿。要搁你增加。干些药剂的部分呐，所以老婆说，这600亿好加在咱开不掉。哦，那开不掉就吃力啦，是不是安尼啊？还是一世人诶。那我来讲啊，药剂好歹吼。我有62个一个镜头，你唔知有无啦？然后这12项镜头，你家己本身来注意一下，该爱看医生就爱看医生，唔通慢赔啦，那无算咯。吃亏人是你啦，人无慢赔。第一，药剂若无好，你的人诶，安尼足够神足够忝，有亏无力啦。足够忝诶！啊，工课拢工课小可做个就足忝诶。无人无呢？诶，会安尼，介够神啦。第二。咱哦无想要食饭，无胃口啦，甚至有阵时看到物件，抱心阁想要吐啊，哦，会安尼问题啦。第三，放尿的气泡，哦，咱咧放尿的气泡是不是？大家这样放尿气泡，大家拢啊，你腰椎歹啊，对，哦，介侪人拢知影嘛。较紧过。哎，第四，腰会疼，腰椎间发炎啦。腰酸腰疼。迄腰椎间发炎，连一我都摆咧吊都会疼呢，一碰伊就找无姿势呢。到李明城哦，再个往金头过哩，无拢袂尿尽呢，迄足食烂的呢，迄涂骹面然后一千块压袂了，通个扣呢。第五下真搞笑，啊放真少，食饭，我足搞你个。搞笑。哦，这种啊专规面咧，弄个装便所的，第六水肿的。水肿。像这个尿毒啊啦。气了拢当恶落啊。啊，我像这气一塌啊。边边个袂晒啊。有人困醒开面憨憨啦。啊，这手指都拔袂开啊。对。啊，手指都拔袂开啊！过来就是咱那个迄个放尿白落的啦，跟尿蛋白放尿白落，这已经白身啊啦。哦，这会白身啊。这放你的骨精粹啦。这人的基本营养素。对啦，第八贫血，医生啊讲你有贫血，我甲你讲，你腰子绝对无健康。哦，过来啊，第九糖尿病人注意，因为到底遐细腰子三个人其中一个糖尿病啦。迄比率足高的啊，所以你的糖分啊，连高连低连高连低，注意啊哈，忘记啊洗药剂。第十，高血压，血压呐，常常安尼高低，这药剂有哪会歹？啊，买洗药剂哦。哦，洗的哦。高血压不？对啊，第十咪就痛风兼尿酸的。痛风心啊。哎，你一定要注意哦哈，
这咱药剂一定爱一定爱会受损啊，就是咱爱甲顾好啊。第十日就多感染的啦，感染啊，都唔放紧紧，要放放无啊。你哩在在哩啥？啊，甲定发炎，定发炎咪多对药剂起来。药剂个发炎吗？那无使咯。个萎缩啊。安尼看咪安怎？啊，安看咪安怎啦？水加啉寡以外。啊，水有个人讲啊，都咧搞住啊，搁啉水，咱得啉好放，唔通无啉无放，那无使咯。啊，搞药。搞药都。迄唔是问题、啊。我都讲起了啊。你咧搞药，药咧咧袂调，裤底会安尼臭住。安淡淡臭就破险，拉链拖开，裤脚拢淡去。这个小可代志，张辉也无怎敢做，无怎甲你顾啦。这西药剂的，我搁你只分家规，对不对啦？老无善，免烦恼啦。我天帮了，我甲你夹咧有夹。安张辉也甲你单调，你免烦恼啦。这边有信心咩？来啦，饮一下茶咧。无牛啊，猪鼻干宝贝。大家身体健康，吃饱哩。甲咱药到膀胱药剂顾好哈。大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在国人团结努力下，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室内保持 1.5 公尺，室外1公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另外，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并采取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防疫做得好，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顶礼拜，张辉都甲咱讲，咱那个这批健身好吼，仓库正也卖完，等后一批啊，后一批船当时要入来，我阁唔知啊。今麦阁非常时期。啊，我去惊一摆啊，因为顶一回捌浪三月，我你卡入来啦。哦，咱老婆是嘛惊一摆呀。哦，我实在烦恼一日要嗨呀。哦。啊好佳哉啦，这回我入来阁接有到，唔过这摆那是。那个人伫我就是来替恁烦恼啊！有咧食人爱先叫起来，来，非安动的哈，非安动的哈，健身好，健身好哈，哦，好，好，好，来，谢谢。啊，这一罐吼，一千块啦，一千块，买两罐，两千块，两千块对无？我甲送两罐啊，买两罐送两罐，安尼啦哈，好，咱每一人拢食会到。对啦，爱你老婆杀了。同款啦，哦，都既然要送啊，特级产品我拢爱加送一个艺术一个啊。来一罐高罐呢？这罐。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一组我加一罐给你啊。这罐千六块哦。这罐我加给你。你能开钱买？冬虫夏草啊。让你保持更新精气十足。是好来谢谢。查甫查某拢爱食，素食的嘛爱食。安尼给你开两千块。做俗的呀。啊。前十六位啦，前十六位，拍有起来，我阁加送一罐啦。锁定前十六位加一罐，这罐吃咱爱国爱的，吃老师的，咱爱国爱的啦。哎，老师的，我甲你加持一个。老师准备十六罐买来赠送给咱老婆生。这罐阁加嘞，安尼让你开两千块呢啊！多罐两千块，老婆生先拍先赢啊！电话赶紧，紧手落单啊！赶紧啊，来你哦。喂。喂。嗨，你好，我是秀英。诶，严秀英啊，吼，台北市的好野人，我来讲。哎，啊，搁有加一罐咱的冬虫夏草啊。哎，谢谢。来一串这边来一串，谢谢啊。这查甫查某拢爱吃，安怎吃？老师。早暗两粒嘛。两粒，两粒。哦，咱早暗吃饭饱，诶，再吃饭饱吃两粒。对。夜晚吃饭饱吃两粒嘛。啊，那冬虫夏草掺做伙吃。啊，这一粒多，早暗一粒多啊。好喝。啊，甲掺做伙吃啊。查甫人，你要找个查甫人交我嘛，爱为吃。好，来你好。小姐你好。嗨。我昨尾在换无。未使。未使，未使，交出去啊。哎，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哎，你好，我是两周。恁两周来三串两周，谢谢啊。喂，你好。喂，你好，我台北。台北个。好，来一串一串，谢谢啊。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
救啦哈！嘿，为了无使看人咧用这個，哎个要个换，啊要换这個，哎要个换，你莫你莫歪夹出来物件要哪换？好啦，哎刚才去等下又做我刚才探嘛探不了。老师都无探钱哦。哎，等下这个单调呢？嘿呐！莫你啦，啊你都有需要，你都买个，啊你这条你呐，较闹较困难，你就搞广播。啊对哦，莫换来换去啦，嘿呐，哎莫啦，哎光进来，来你好，喂你好，张老师讲。喂，嗨，张辉好，有啊，我爱了健身好一组。哦，恁在倒位？十字，十字然后啊，今仔日同款有加一罐咱的冬虫夏草啊。好好，谢谢。啊，搁一个加送一罐啊。好，谢谢。好，来三双，三双，谢谢。我见到这边没回来。喂，你好。哎，一组。来四双一组，谢谢。关键哦，来你好。喂，你好。你好，一组。哎，恁倒位？来中华，中华哦，来五山街上一关，五山啊，卖三间，我咪底下调平锁门啊。老婆说，这组卖三百五啊。你干嘛还了一双五里数量？来你啊，来你好，你好。哎，咱到位。哦，我台北。哦，老爷子，我来讲，今咱个上一关冬虫夏草，早暗一条个加来吃哦，金刚金刚强强棍啊。来一双一双一双，谢谢。来你好。喂。喂。喂哦。张老师讲。电话通啊，你有人接无？哎，电话拍通啊，唔得爱讲话。好，喂，佮他妈上诶上诶上诶，就是你呢？较成功诶啦。喂，嘿，零九八八诶。来，你喂，喂，你好。哦，喂，这个癌症可以治吗？来来来，一双一双一双，谢谢。安尼啊。对啦。哎，电话拍通啊，讲佮你要帮我安尼安尼安尼。我来，你新朋友。安尼甜头甜头。新朋友较袂要 call in 啊。那无使，哎，有较成功的啦，哎呦，哎，特别放工地，你话你都唔知影呢，真正有影，无成功，你土地接命人啊，无关系啦，无关系啦，再要三分钟，够三分钟哦，那无会看别人怎办啊？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嘛，这组歌等下十波十波做伙唱，别人按你会记住啦，有这组，咱就会安尼打打理理，内裤较干净，啊，咱就。你那裤甲甲长来，你甲边就知影。对。哦，做熟悉的咯。你可不可以还了一双毛你说？哎哎，你好。我叫杨波。杨波啦吼。杨波。好来一双一双一双，谢谢。转到三分钟。杨波是两冰冻的杨波啦。好。来，赶紧，搁三分钟等啊。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一毛行。赶紧。呼呼。这电话无咧等人哦。来，你好。台北中正，哎，中正哥啊，中正哥啊，这款教你，和你算算去啦。来，三双谢谢。人一个太内向的人，你个人讲和你算算去哦。哦，算算去，这是查甫人不爱啊。来，你好。喂，哎，你好。我子雷。子雷。啊，子雷啦，吼，来，你先给他上一关，谢谢。啊。冬虫夏草咧，正吼，查甫人真正炸咧啦，啊，查甫人较袂惊寒。对啦，对啦。咱咧查某人老食这组今年寒人特别安穿羊穿甲，补气强身。啊，查甫人食得到地筋骨长长棍，补气差米粉，啊，恁唔得掉。鸡哥食一碗，鸡哥，鸡哥再食一碗。哦，你爱讲鸡哥搁食，你讲食鸡哥啊，鸡哥搁一碗，我算敢食。搁食一碗。那个后一回，咱那买那是四罐。是正常啊，忙过去的了哟。咱原底就是四罐的，即卖的景气安尼，时机变安尼来说，我加上一罐给你啊。啊，再加上一罐冬虫夏草。啊，对对对，来你好啊，赶紧嘿。那个台南。台南呐、啊、吼。太哦，我来讲，今仔同款冬虫夏草上一罐啊。我走哈。好，来一双加一罐来，谢谢。啊，你好牛啊。全国你要看到安尼，五罐送一罐冬虫夏草，卡算你两千块。你找无啊？拄啊，干那咱胡延东做会到尔啦。只有张飞老师做会到尔。这无趁钱的，啥要做？干那老师尔。啊，生意人无趁啥卖，干那这坎囝要做尔。为着让菩萨健康吸收。啊，讲啊，加讲的啦，搁剩一分半钟啊。啊，这烧够有满意呢。好啦，啊，电话赶紧拨通啊。赶紧。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几个电话呀？你是讲这款冬虫夏草个千六块啊？哦，啊，这款真正有交代。早前个是拢用冬虫夏草咧炖鸡啦、炖鸭啦，你即摆免炖，免直接重点。即摆早暗一粒倒啊，较落去炖咧。啊，你个免开钱。啊，对啊，当然是咧，赶紧啊！来，你个一分钟咧，来你。哎，你是咧卖啥物？
来来，三双啊，接来三双。人生好啦，阿伯。人生好。阿伯，你若唔知影这个食啥，你嘛买呢？哟，啊，老家小姐注意，伊若唔知影啥毛病，嘛买药。啊，唔过伊愈早请愈早健康诶。尤其这种个问题袂当拖啊。这大家拢知啦，这种问题是爱互伊有了解较买啊。啊，无看到买，看到买去找较侪钱。阿婆仔，你是咧听到啊？哎，你好，喂哦，喂。Hello， 喂哦，哈林，来细爽啊，叫你细爽啊，喂哦，老师讲，喂两周，两周，多少两周来谢谢啊，我看见无新朋友，人家有买过人两周，对，哦，你来看，啊哥，做生意，哎呀，我要分吹啊，那婆仔恁继续卡，啊，恁继续拍电话啦，会欠会。啊，电话啦，跑好通拢赶快留台啦，赶快，哦，赶快啦，五罐两千块，哎呀，来你好啊，喂，嗨，我叫一双，好嘞，一双一双，谢谢啊，来一双。哪关？老婆，啥你电话继续卡？嘿，明天的开头，明天的开头。我怎么请问？你怎么请问？请问是？请问是嘞？请问请车？请车啊？请问是？请好像底下唔得红枪诶？啊，人咧开物件唔得好咧好咧。啊，查某人无管你嫁未出去。母女。台北市王小姐点袂关机？老婆在到底的形象？来，淡水陈春兰大哥，台北的淑芬小姐安平的靠山，到底的形象？
古早人甲人讲吼，食果子都要拜树头啦。哦，迄就是爱知影人的温情啊。天下对咱温情上介大，唔是天，也唔是地啦。啊，不是虾米啦？是咱的父母。哦，是咱父母。不管父母，你有介意啊，无介意啊？不管父母安怎做，古早人嘛讲讲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啦。好毒的不是主哩，父母搁卡安怎歹，都袂甲迄只诶囝食伊啦。所以哦，我要甲咱电视头前只少年人哦，苦劝一下，爸阿母啊吼，含咱半世人尔，哦，教咱较半世人尔，伊袂当顶对你一世人啊。啊，今仔日有咱，就是爸母好咱呢。天地所属，父母所生，这个温情较大听啊。所以哦，咱做人今日是谁哦，绝对唔通安尼要求滚啊！我正看到新闻咧报哦，摕无钱也要拍，也要教，啊，就是大人的肉。较早是人个是大人个肉，囡仔咧讲囡仔，即马说囡仔咧肉是大人啊，是大人个，你以为有啊，脚头歹啊，较早有路啦。但是路边去杀掉，讲娃娃伫个路边，甲是大人讲公司，啊，这夭寿啊过啊，唔去死死的，啊，真正有影实在哦，看不起啊哦，天地颠倒变啊。较早哦，有一个囡啊，爱着讲因老母哦，年纪有啊，啊，伊着经济也无好啊，饲袂起啊，着下面某决谈参详好，讲决定讲安尼无，我教阮母啊哦，甲爱奶去山顶，甲等咧山顶的。哦，甲等下就好啦。要甲因某等山顶哦。嘿啦，甲等咧山顶啊。啊，因囝讲讲讲，就甲因老母要甲爱去山上，听啊，就行，要讲开哦。讲要带妈妈带去山顶行啦，行啦，行啦，讲妈妈带你山顶行咧。哦。啊，因老母都那讲正出力啊，爬上伊个脚脚片，互因囝爱哩。哎呀，讲要山顶行。对啊。哎，一路在咱想的是讲。嘿，我若无甲按较悬起哩吼，啊，甲等你喺山顶买溜哩咯，伊会阁行倒转来哩。像较早咧掠狗仔去咧放生吼，遐无掠空个，伊阁走转来啊。人未到，狗仔先到。哎呀呀！所以等于看因老母，互伊按哩个脚只片，啊，所以沿路咧等咧，因老母拍，那底下第一刀啊吼，哪行哪等，哪行哪等啊。嗯。哦，伊就因囝哪行，伊就行一条就等咧，等咧刀啊，等刀啊。因咧囝来掠狗啊！哦，因妈妈等刀啊，对哇！啊，叫因后生看哩，个对哇！嘿啦，你也爱刀啊，要创啥？哦，啊，你也爱刀啊，要创啥？因老母就轻声细细的讲啊，戆囡啊，即阵已经日头要落山呢。哦，啊，我介惊讲你跟我爱去山顶买牛吼，等下要等下你找无山路通等伊，啊，我有野刀啊吼，你就顺这刀啊一粒一粒一直顺咧山路等伊。你就袂叫惊无伊啊！原来伊妈妈早就知影，讲因后生要甲带伊放生啊！你看看囝饲老母，老母饲袂要甲伊爱放生，因老母还佫介惊因囝无找无路通转去。你佮看卖，迄人的心就伫啊！爸阿母啊吼，当然呢，无可能陪你一世人诶啦。哦，咱讲事实，你无都陪你一世人。但是因的爱会生啊！啊，伊的爱是陪你一世人。无爱啦，无爱陪你一世人。那惊已经是年纪老迈啊，伊未顶未当啊，伊的心肝内嘛是爱你的啦。哦，对不对？即阵哦，然后一寡要求啊过啦，也是对是大人忤逆的啦。哦，卡一通啊电话转去，甲母啊甲爸忏悔一下。哦，咱是大人，唔是一定爱得爱。爱大伊大嘛，唔是你都爱要大，迄个别种养老好大。是大人要看到，就是讲啊，你都有生人，有像咧生，咧生一个人。是咪一个有？哦，对不对？啊，工课有咧做，赚钱赚少都无要紧，卖安尼步步正业。是大人敢要看到，特别安尼看到你平安安尼尔嘛。有啦。啊，敢讲一较粗嘴的，敢着搁你遐冤家连讲也是大人无滴的，迄阵来哭个吼，就受落阴影。拢未好啊！再生一条刀，肯定死后咧拜地头啦。
所以这少年朋友的朋友啊，你敢知今日是大人哩处理老目屎，你敢知啊？你遐咧吼，你敢知啊？唔知。因在些困起，家枕头拢澹的，你敢知啊？嘛唔知。你拢唔知啊嘛？你含恁某困啊，恁囝困，你敢是大人讲一甲怎个？恁大人开就无啊，唔是大人困啊？是大人咧艰苦，是大人咧担心，咧担心你，你敢知？你唔知啊？好、哦、对不对？啊，无安尼啦。今仔日哦，咱新德啦吼，一位我会我爱叫大姐啦，大姐爱叫大姐，新德个大姐。哎呐，一卡电话给我，我真正有要号出来。是呐，我即阵看到伊哩啊，伊冇看到我，我看到伊啦。卡电话讲哦，张辉啊，啊你的生日要到啊，我的生日要到，我家己都袂记一年。啊，伊哪会知哈、啊？啊！伊就我脸书的款啊，伊知影我生日要到啊。啊！你都无阿妈，无人该做生日，我该做生日了，无看你欠啥，你甲我讲，我拢应付你。我听一个，我脑壳拢顶开。一个含咱非亲非故的人，卡一通电话来，迄看我温暖啊。虽然我甲伊讲唔免啦，我拒绝啦，我讲你老大人啊，你迄个。是欠要辛苦，边食小食恁，迄过生日一天尔啦，过日较济啦，所以你唔免担心迄啦。伊嘛做有心的啊。有啦。那你讲讲啊，虽然是一句话尔，唔过我谨记在心啦。阿妈无伫啊，伊竟然讲啊，你阿妈无伫啊，无人该做生日，啊无，迄个我该做生日，看你欠啥，我拢应付你啦。谢谢啊，老难啊，感动的啊，对不对？有一点心，我就足欢喜啊。那无啥，做人啊，哪能就得人？哦，对不对？到倒位啊，都大家都啊，对咱拢介疼痛。嗯，啊，拢叫娱乐。哎，安得好啊，拢在称赞。我无要安怎？都卖给张伟做去吃倒啊啦！我都讲起了，张伟一箍钱都不给你跌落。哦，对恁啊，身体健康，我对咱母娘有交代。我这都奉庙之命的，啊，都做这工课呢。我是讲到做到遐的人呢，哦，对不对？偏偏咱这代，迄、那个红狗爷阿奇啊，吐血文无。哦。哦，迄阿奇啊，哦，因为那学到我呢。哎、哦、呦，老师，你真正无。啊，我阿奇啊，无熟悉呢。哎呐。阿奇啊，那无在，无简单啦，那讲真正。真正。伊那无简单啦。是圣诞的珍贝啊。哎呀。伊算较早做啦，前辈是无我的久啦。哦对对。啊，但是较一定那那些较早。算较早。哎，电视台算较早。啊，那嘛做较足轻呀。人就是爱安尼做，哦，人就是爱安尼。靠，何人个讲？你啊讲哦，个人长啊，个人短哦，偏心迄人偏心，迄人无量，迄个人心无迄个心肝无迄个量哦，迄种人无啦。讲人是非就是是非之啦。对啊，那无惨。啊，那些无良的人，也是咧讲讲遐有诶无诶人，迄、种人诶物件你吞下落，我讲你真正计较。所以真正哦，有良才有福啊咧。别当官啦，有良才有福，真过分啊！真正有影实在哦，啊，那你看哇，你毋捌看电影引导诶，真正有影。搁咧上呢，迄人引导就是安尼，看甲死你呢，我当呢。水呢？我搁安尼看嘛水，搁干这个角度呢？我大家看嘛拢水。我是，那你是咧包还扁呐？我咧包啦，你听未出来吗？我听未出来，七八九看八八看。今日点我是安排。点歌啊？你来娶新妇帮娶这？我未念哦。未，未啦。我未晓背，开始。你娶新妇帮娶这？这唔好。啊，时间够啊，搁里啊咧，有诶无诶，真正有影真诶。好阿姨。喂。喂。嗨。张伟张英你好，哦，我今仔日迄个双十节呢。你会点什么歌啦？我点，我甲你说啊，我点南无的人。一人一人啊，靠腰啊，你啥子？你在讲啥？你在看我的笑啦？我在，哎呦！老师你好，我是北投魏大姐。是。新牛逼歌。好，拜年好啊。好，谢谢。好，谢谢。哪里有？没有。小美女，你好，我哎呀，我讲一条歌哈，好，哎呦，绿的小花，三分啊，啊好，好，拜拜，好，拜拜，哎，你好，你好，喂，大帅英，阿莲，告诉阿莲，你想吃情花，你想吃情花，哎，你听我呢哦，有呢，听他耳朵讲阿莲够水呢，
安尼哦。对哦，啊，你要嫁安那未？今年啊？要嫁啥啊？你啦。我人要嫁你，人十几当时就要嫁你呀。不是阿莲，是因为你袂晓爱，所以我才会无娶你。对啦，阿莲讲，伊袂晓啦。我这边头壳去头壳啦。哦，你头脑壳头头壳啦。来一边爱起来，爱起来，一边爱。啊！我讲，我要哦。张老师你好。有。真是这春节快乐吧？好。哎，我问你，我姓周。有。哎，妈，帮我点些阿红的，行不行啊？我好哈。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张老师你好。有。哎，我现在蛮好。阿算了。哎，哦，你今讲遐道理做好个呢。安尼。哎呀，做好做好。啊。我来点歌嘿。好。我点大船游港。好，拜六工啊。好。谢谢。来，你好。喂。张伟啊。好。哦，你好。好。我下晡四点就看你。好。喂，你是不是张辉啦？有啦。有啊。有啦。啊，那愈看愈少年。看我多。我是刚甲你会红红什么？九月啊，紧嘞，紧。紧嘞，还紧嘞啦。什么歌？来，点迄个《昨夜星辰》。好，拜七楼。你什么人？我黄碧霞。拜七楼啊。我有甲你买。七楼，七楼，哦，谢谢。来，你好。喂。张辉老师好。哦。张妹妹好，你好，哎，祝张辉老师生日快乐哈！好，谢谢。啊，什么人？我紫雷啦，啊，紫雷啦，紫雷。我超软的啦，啊，超软的啦，嘿啦。啊，什么歌？嘿啦，无啦，我无要讲歌，这你不舒服啦。好，再见。我是跟你讲一下。好，谢谢。啊，那你好。喂，张老师啊，兄弟哦，我蔡秀珍，是白中影，白中影，嘿，拜拜好哈。好，谢谢你们。好，拜拜。来，你好。喂。喂，张辉老师你好。啊，你好。我说啊，仙露。仙露啊。我点那个能不能留住你？拜高贺啊。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喂。电话通啊。嘿，电话啦，怕通唔讲话，介危险的，因为已经足侪人吵啊，发真悬啊，有诶拢跳了样呢。Hello。哎，我安尼好，我人好。来，你好。张辉啊，我想表示一个哎，十一哥，你什么人？我苏都，苏大哥苏州人啊，有啦，好啦，拜十个啊，好啦，好，拜拜，谢谢，好，来打瓜，来苏六号，六号的，有六号，六号是咱的台中代理阿雪姐、阿雪公主点一首《水中烟》，哦，《水中烟》哦，哎，好听的歌，邀请线上的老婆婿到台上。奶奶三重秀金钱，thank you.
咱这部一开始就有讲到呢，咱住伫高雄的一位雅素店的头家娘，伊吼迄晒了已经两三天了无放啊。伊第一个收到那个是讲老师啊，老师会当好伊呢吼，迄好放晒诶。不来，伊就是早当时有看咱的节目，嗯，啊，即卖吼就是有用过咱好伊的观念甲方法，伊讲伊大便该好放。对。台边个好房，那么就是因为吼，因的电视即马甲想讲什么换迄个无同款的频道的啦，所以伊我咱节目伊都无看，啊无看伊塞袂放出，所以找无我电话通去敲好我，安尼啦，好，我就问三讲七门八门啊，叫去问到啦。我刚才够问到。啊，即问到的时阵哦，敲电话来公司，我住伫公司啊，即。啊，听小姐咧甲讲，哦，伊讲伊两三天无放屎啊啦，安尼啦。讲足紧急啊！啊，足紧急的，啊，这样问题搁连续加起来搁两三天啊。有啦，虽然咱这部做现场诶。啊，我甲宋先生讲，我害啦，啊，哪搁两三天无放，啊，搁连续加起搁两三天，啊，搁等等甲用着咱的观念甲方法，特别规礼拜去啊，安尼会死人诶。嗯，过来干嘛？迄屎尿塌掉诶，迄人诶，有当时也无命，你忙冻个小事。拢毒素诶。啊。所以我昨暝咱讲，事实我唔是专工去啦，啊是有那半工去啦。哦，我昨我都要去高雄，我当阿顺说半工划过安尼啦，去甲关心一下，欢喜个。啊，当然哦。哦，诶，家属人个头家娘欢喜个，李正廷安尼欢喜个。哦，安尼，伊然后都通透人心的见。啊，家属人个头家娘先做袂歹呢。哦哦。虽然有血人啊，哦，诶，我知影这少年我真怕呢，迄个型啊。哦，迄个是讲足水个对。好啦，啊，讲只讲就是我咧讲，因为我会长会半工学过，就是我知影老大人未使迄个晒两三工，啊，你啊放无出来，安尼未使。迄艰苦噶。迄老大人在咧搞毛病啊，迄晒无放出来，迄拢毒素呢。唔够有影响嘞，对伊个身体健康有影响吗？迄足，你拢唔知影迄利害关系。咱食落的物件吼，老伯山，咱人为什么会破病？就是因为人病从口入嘛。食入面诶，咱是食入面。啊，为什么食入面破病？你较要硬甲食落，我嘛唔知影食迄个破病啊。咱唔知影看袂到，咱目睭看无啊，迄有毒无？咱唔知影，对不对？啊，无食会枵死啊。啊，食落啊，食落毒死啊！这真正是在做人真做歹做着先呐。老伯山，咱讲熟悉啦吼，食大家拢在食，我公安对不对？大家拢在食啊。嗯啊，先啊，有诶毒死，有诶未毒死。为虾米？啊，人因会晓逐工放屎，因未毒死啊。哦。啊，未晓逐工放屎，规身躯病，问题就拢总来啊，对不对啊？所以屎无放诶，引起咱规身躯诶疾病啊。人生着做人着三项代志，做会到你着当会收啊。对三项。第一，屎放诶清气。放诶清气。第二，食诶饱饭。食诶饱饭。第三，睏诶饱眠。睏诶饱眠。三项尔靠，安尼较有困难。三件工课啊，做会到，咱在单位收啊，身体搁会健康，搁有啥物困难？啊，要为单位就困难的哦。难呐！哦，对不对？少年的心，你甲想啦，咱食老来啊，肠仔无力啊。嗯，袂蠕动。啊，肠仔无力，搁无运动啦。搁无多运动。伊蠕动就歹，啊歹，咱晒咧放，就放袂清气，以外，迄位晒放的七袂清气呢。哦啊，有当时啊，过几日感觉放一摆啦，哦，对不对？啊，过来啦，是迄个屎也无放出来，咱甲吞下落，食袂落呀。在平常时都咧无胃口啊，哦啊，过拄着屎无放个，你甲吞袂落嘛，对不对？好啦，啊，你即摆食无济，啊，过放袂出来，啊，规个毒素拢倾倒起来，阿毛你拢倾倒开，你暗时自然就歹困。做地老大人我讲，哦，我暗时拢做歹困。我直接讲，你不善啊，放个清气，你就好困啊啦。对。乌白来啊，放屎啊，困什么关系？脚也无关系。有喏。我今仔日讲你就听，哦，原来是安尼哦。你甲想啊，屎无放着会有口臭，迄口臭是安怎来的？胃肠仔发夹起来嘛。口臭。哎，感觉走到嘴呢，一走到头壳顶起来呢。啊，所以老人痴呆哦。啊，无怪你也袂困着啦。哟。无怪你记忆会歹呀。无怪你阿担卖捧古你啊。消毒，敢一步屎无放呢？真严重，迄叫做万病之源呐。便秘比个屎无放，哦，对不对啦？老婆生咯。话讲有呢，我逐工拢有放的呢。即我话啦。嗯。咱你若捌割捌大肠插笋丝过，你拢知影。嗯。
这大肠嘛。哦。啊，咱放咱放中这条边粒粒的少无放。哦，迄叫宿便。啊，像安尼无？卡伫肠仔边的。这粒粒的，啊，拢放中这呢，啊，这较深色的，这咱拢无放出来。迄足臭的。哎，卡伫肠仔边，迄卡到尾生息肉，烂三麻啦。生烂三麻，烂三麻到尾伊就恶化。就变大肠癌，三十五分钟就有一个肠癌产生。真啊，超过五十岁过的人，拢免费验大便无？粪便潜血检查。因为咧验咱肠啊是到底阴性还阳性，就是咧验看你肠啊有问题无啊？有血无啊？介恐怖呢？所以老婆婶，我咧头先讲的，你若屎无放出来，皮肤怎嘛？咬牙拢未困起。哦，啊有口臭啦。你看老人都有老人痕，有什么的老人痕？啊，就走门根刚出啊，因为你这毒素你无放出来，伊就走门根刚出嘛。个老人痕呐、啊。啊，走去吹出来嘛。啊，有你看头壳安那说，迄头壳顶管拢一个臭味臭味，拢会安尼。啊，你看，介一个老大人的房间哦，你入去，啊，明明都被单都一礼拜洗一摆，面层拢在油，现在入去拢有一个痕。为什么？迄叫做老人痕。啊，咱有个老人都买。系呀。现在咱内下。伫问你，你屎有放清气无？迄一个人啊，屎放无清气哦，因若咧破病啦，莫讲破病，干一个感冒倒，你药也吃袂惊。哈，屎无放，含药也阁吃袂惊。袂吸收啊！哦，你肠仔阁负责吸收诶。吓啦，你看囡仔若咧发烧无吼，啊若咧烧袂退，钱甲装个钱就退得啦。上紧。你看迄肠仔看偌好用。负责吸收。啊，无怪你老婆说你搞毛病，无怪你药也吃一大堆，啊你都。等下未吸收啊！屎放无清气，啊未吸收，这你嘛知影，这也免我讲的啊。啊要安怎？哎呦，张辉啊要安怎？要安怎让咱放会清气？屎放无清气啦！不是讲放尿，该放无清气。嘿啦，咱这个肚内面吼，这等下肠肚内面，多像一卡喷烫安那。喷烫。哦，咸甜酸苦涩，甜的高的，汤的软的，拢好过来。我拢食芳的物件入味咧，啊，放出拢臭的。太安尼哈，奇怪，芳公公一嘴入去，啊，位脚掌插出来，拢变臭啊干。有啦，你就知影看我毒，已经发干呀。吓啦，那不算咯。讲来讲去就是，这部菜也放好清气，咱身躯顶无毒素，哦，迄款肠仔内面无毒素，未生歹物，皮肤未痒，无老人痕，无口臭。暗时好困，每饭食落会吸收，身体健康，啊，唔是介好吗？足好个呀！就因为一部菜无放尔，咱甲好好啊，甲放互清气好无？好。我一个方法落你好无？好。老婆仔第一盘开。来。无你话做笔干保庇，身体健康吃百年啊！大家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陈佩欣医师。随着疫情稳定控制，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新冠运动，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除了防疫，也会当放轻松享受着生活。而且来提醒，防疫期间民众也是要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譬如讲用纱布来较久来洗手，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就要来挂嘴安。只要维持防疫措施，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的活动，譬如讲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加体育比赛，也是讲去郊外来走跳、运动、旅游，等等，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做伙加入防疫新新冠的运动。咱的电视头前的乡亲朋友、老婆婶。张辉甲咱考劝下，咱一寡迄款迄落在地物件减价挂，啊，咱蔬菜水果爱加价挂。老大人，你若是讲啊，蔬菜水果无多一摆食足济，啊，我甲你讲，我甲你传便便啦。是虾米传便便？咱蔬菜水果用你咩？用你咩蔬菜水果？家里来，用你咩蔬菜水果？安尼你着做好排便啊，来看你啊，看你哦，非安动的哈。筋骨溜的哈，筋骨溜的吼，全部拢蔬菜水果哦，来有我介绍过，全部拢蔬菜水果哈，迄老大人看较有吼，对对，来看一下哈，啊，吃吃，食品的哈，产地台湾啊，好好来试试，台湾，有有小农，老伯生，在地，这真简单啦，免动听动走，啊，无变啊啉，你得看是要加因拿迄个牛奶，拿牛奶，牛奶。啊，是要加啦豆奶，豆奶赞。啊，是要加啦白茶，白茶哦，好啉嘞。安尼，
安德啊，好300cc，啊那个是这个，啊那个是这个，哦那安德啊，给当你吗？安尼咱的早顿，咱的点心，咱的宵夜，嗯，都好啊你。我的孙男要读册哦，伊拢家己一册个，唔免当爹找。哎，拢唔免我家烦恼，一册个溜溜的人伊就去读册啊。来来，我准备好啊。我一束啊动力啦。今麦溜溜面，我等下再加一摆。来，无流出面，无变啊。有甚物困难，要当解决的问题，暂时来想遐多。听赞，重点伊韩公公啊，无糖，无糖的啦，无糖啊！我今仔来，咱报告哈。哦，一罐，伊公司一罐卖咱一千啊。对，按两罐2000块。两罐2000块，实在有较贵啦。哎呀，老婆赞。两罐2000块真正有较贵，不过真在是了诶。我来讲，好好，安尼啦哈。这罐好菌多，2000块我搁加加一罐好菌多嘞。好菌多你唔免买，安尼开2000块，俗。买一组2000块，我搁加送一组。买搁送一组，有啦有啦，这组搁送哦。啊，快，你要抓我又来2000块。安尼哦，你开2000块呢？买一组送一组。等你。安娜，哈。啊。来冲啊！啊，你要冲啊，老师！冲冲啊，赵哥啊，上一关！我已经收起来呀嘞！不紧啊，不紧啊！公司无上啊嘞，这该开老师的呀！这关开我来哦哈！开老师的，公司是无上的哦。无上，这关开我来，搞嘞！给一关冬虫夏草。安尼我你开2000块呢啊！来，不紧哦。哦，空不空空空一年，我不紧哈。喂，喂，赵老师姐。喂。来一双啊，再来一双，一双啊，这些啊。啊，咱专门有带2000块，老师，你准备几个要送咱老婆噻？十二个多啊。上十二位算恁车有无？安尼全部你才开2000块呢。对。老婆噻，你都要早时啊，饮下昼时啊，饮晚暗时啊，饮半暝啊，饮拢无要紧，要饭前饮，饭后饮无要紧，这个物件拢无糖的，大家拢会使饮的啊。好好。会记真啊。啊，好菌多。饮愈多愈好排便啊。好菌多套餐啦，配两粒落。哎，啊，这早时啊，饮两粒，要食两粒多来你哦。喂。喂，你好，哎，咱到位，喂，集中啊，好嘞，上山上山，谢谢啊。那做太阳环保，来你哦，你好，来，等会呀，哟，来，我，来来一双来，谢谢。你家里管用来，你好，上集中，来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嗨，他死雷啦，死雷来过山过山过山，谢谢。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蔬菜水果咱用啉的，咱直接用啉的就可以了。老婆婶，迄啉啉的哦。好。你逐工都安尼做好排便呢？让你排便会顺。对，真正。做好体了，来你好啊！人家健康，来做杨家，来多。一双一做谢谢，今仔要拢中的啦啊！来你好。喂喂。来。嗯。一做。来三双一做谢谢。今仔日一做上一做个上高同下桃。公司无送这罐啦，无啦，这罐开老师的。这罐是我哥送我的，这大家拢爱啦。嗯，哎呀，所以啊，都公司准备3000罐，啊，送完就好啊。都无啊。嘿呀嘿呀吼，那你啊？喂喂，喂你好。什么一罐？咱多少？零五。零五来一双谢谢啊。你来没老师，老师，到我这。你再需要吼，加两粒。吼，食两粒，啊，咱呐脱肥了，你甲冰个冰箱诶啊。好菌多，好菌多，你甲冰个冰箱诶。这益生菌哦。诶，老师，你够大灾哈。大灾哦。系啊。未说做就要走路，我阁未大灾哦。但是咱老婆婿吼，拢拿几箱倒来，啊，规家人拢有当来饮诶。来，你好啊。喂。嗨。买一只。咱到位。苗栗。苗栗，我来送山，谢谢。你身体好，卖得需要。哦，今麦你先啦。啊呐。一堆积木哦，我做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安尼，咱一组2000啦，两组4000，两组4000啊，三组安尼，三组6000啦，6000块，剩5000得啦。哦，咱若有咧有咧咧食咱穿裙子的人哦，要大组的5000块，规家伙啊，查甫查某，大大细细，大家拢食真久啦。想要人来，你就来来啉。啊，咱唔爱买贵，咱买小组2000块的得。好。哦，啊那那是讲啊。厝内面大大细细拢要食真久，咱安尼安尼要大桌较会好啦。就厝边来买大桌，多上一半，感情较袂散。来你好，哎，来你好，你好，今日广告嘞。来来，一双一双，谢谢啊。来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
哎，保安所讲六关哦。五关啊，这无糖的啊！你想要哪啦？恁过来啦！这什么人拢会使啉的啊？啊，个大人囡仔个最爱啉的。尤其是身体愈无好，你愈爱啉。啊，囡仔个爱喝啉吗？哦，囡仔嘿，囡仔爱啉。因为伊有内底拢丰富的蔬菜水果哩。啊，囡仔拢食一寡热色食物啊。袂使。你嘛是拢爱食，爱啉这啊。爱做体来环保。啊，迄个年岁有诶老大人，咱若有这种。哦，给我鼓励喂。对了，而且大作刚三位呢。啊，大作修改啦。哎呦。我恁老婆在看一个。没事做得，啊，没吃完卡个叫。好。你叫大作，我得倒他。叫小作，我贪小可啊！你叫大作，我贪较济啊。是讲恁老婆在太好啦，廿几箱顿来，大大细细拢会当啉。太好，老婆赚唔到钱。啊，我嫁去互因外口做工课，后生查某囝啉的。嫁去外口去。天呀嘞！天呀，家己买，恁家己买呀。喂，哈，我做这桌的。哦，啊，这桌用来三刷，谢谢三刷。哎，你好。喂喂。嗨。三位同学，我小齐，我要爱大桌的。啊，恁四刷大桌的谢谢啊。哎，你好。喂喂。嗨。哟。来一刷一桌一刷谢谢啊。大桌跟两位。喂哦。喂。嗨。你好。你好，真骨溜。来五山真骨溜，谢谢哈。丰富蔬菜，这个你都有买家里无够。空八个一分钟得啦，空八空空，这新妇忙，这娶新妇这忙错啦，我问你，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你娶新妇忙错这唔好。老师，你这样无亲啦，亲无亲戚呀。喂，来，要来收啊！啊，要收啊！你啊，天哪！你叫我讲，你这样我也是啊！啊，要收你搁揭开，老婆生继续考。我来分吹啦，我来分吹啦。啊，老师，啊，恁老婆生继续考，弄油袋干好。开门。啊，你这在体内环保呢？恁人要健康的第一关呐、啊。好啦，好啦，好啦，到位啊。嗯。嘿，阿伯，你真正喂哦，喂。喂。哎，三日多。好好来一双谢谢啊！哎呀，我要来分吹啦！好好，啊，恁继续拍恁的电话啊！拢有优待。哎，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来一双。哪个？哎，十号。十号诶。是哦。日月潭。日月潭哦。日月潭的月小姐点一首《温酒如人心》。哦。来大姐廖素琴小姐，哦，来亲阿妹啊，洪帅美莲姐，三明会林维胜大哥大的女兄。
来哦，赶紧哦，三分钟来和阿母讲一个好话哈。得应应啊，啊，你看电视啊，拄啊，有这个机缘，母娘拄啊要甲咱讲一个好话，就利用这个时阵，就赶紧来敲电话。啊，那是讲迄落，有人像现在也有人讲，啊，你降火过啊，啊，我要降火敢袂使？这唔免降火啦，啊，无咧，真甲用护士的，护士中间照明，一个月100块尔，对，那不杀咯。哦，啊，都唔免坐啦，啊，你都赚你的亏啦。看你要几个月拢会使。哎啦哎啦哎啦，先过巴肚，甲过有做啦。哎啦，哎，其实呐，都呐，身体无好个啦，啊，烦少人个啦，磕磕卡卡个啦，徛起袂平安个啦，工课做袂顺心啦。后尾后阿母安尼，甲你保庇一下啊，互经团甲你赞一个经做功德费用，一个月100块呢，足俗个。啊，要安怎用？啊！你都电力留咧，地址姓名留咧，啊，咱就寄单给你啊。然后呢？啊，去收收到单去收门，全家 OK 来有付得当寄啊。唔免签名，唔免登记，唔免去小会。当作免啦。盖里边。哟，那你好。喂。那哦。为了健身好一种。小等下。唔是讲个时间。咱三刷，唔是广告时间啦，拜谢，那你好。啊，三位老师哈。哟，你好。哎，我按早。哎。阿伯，好，帮你阿家讲好话。安尼吼，阿伯。主笔给你保平啊！有啊，啊，好你身体健康，吃饱你啊！有啊，啊，囡仔事事平安，大赚钱啊！有啊，好，谢谢老师。好哟。喂，张老师，我高三离婚。好来，阿伯，主笔给你保平。哦，啊，好你身体健康，吃饱你。啊，囡仔事事平安，大赚钱啊！哦，有啊，有啊，发大声。哎，哎，都，阿伯，你话讲就好啦，甲阮囝讲啦。你讲什么人？我猜。我家在那个高雄乡公园村。没啦，你的公园名都好啦。哦，正中在正正正良。哦，来保娘啊，给你保庇啊。嘿。啊，身体哦健康，吃饱呢啊。哦，有。啊，囡仔事事平安，大赚钱啊。哦，好。哎。喂哟。喂，你好。哎。南投位。我大侠。嘿，大侠，啊，什么贵属？啊，我呗。好不容易讲好话，啊！你唔在讲你什么人？我姓陈，陈什么话啦？哦，陈秀芬。哦，来，阿母娘准备给你保平啊。啊，有。啊，身体好，你健康，吃饱你啊。好，有。啊，囡仔事事平安，大赚钱啊。有。好，谢谢。喂。喂，张老师，我老母娘讲好话。阿栓吼。嘿，是。咱老母娘给你保平啊。有。好，你身体健康，吃饱你。有啊，囡仔事事平安，大家赚大钱啊！好，阿公啊，我拍摄哈，来你个。阿公老师厉害，我先录。先录啊！我牛公好威。哎，母牛啊，准备给保庇哦。有啊，身体健康，我咧吃饱你哦。哦，阿囡仔事事平安，大赚钱哦哈。有啊，好。好，谢。奶奶时间没糊啊。哟，阿兰今晚要做功课啊哈，来。主席张惠理家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咱保平啊！在咱这个桃园中街病院福建大楼 G 栋10楼空白序号层哈，咱的过金条，搁有就是红山啊，这个北仁街183号13楼李兴荣。洪山新富路480巷4号，郭燕伟哈，而且恭请的母娘慈悲来给因保庇，啊，祝因大家一切顺心啊，身体健康哈。啊，咱才有真侪位，甲咱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内湖高洪南15个月，英哥曾如伟12个月，桃园。陈玉金8个月，哎，桃园的罗德区郭金条13个月，水南乡林华娇10个月，民雄
报国宏二十个月，坚定罗丽春十二个月，黄益祥十二个月，齐秀春十个月，坚定的张水泉十个月，功德无量哈。总会再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恁保庇哈。我哋当请我小个小在延寿前途光明，做灵通地位开通，弘扬化吉，改一生常在万光一万寿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那即摆来进行着咱的智慧龙仪。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绿金青金风为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龙语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世代好朋友，咱诸位先生大德，诸位菩萨。作为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含咱做位伫咧做这个功课。小等，请各位即个今仔日的功德，咱来回向我天顶伫咧杯，涂骹伫咧扫，水灵伫咧受的一切众生。也请把今仔日的功德回向我在座的灾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把今仔日的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嬷。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乡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和因大家平平安安个。那么去年来受念珠，咱请感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十，心肝的平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的昨昏的话题吼，咱昨讲到着这个礼记啦，学记，礼记学记，这是咱中国古老的一个教育的铁盒。甲伊个理念啊，即对咱即个汉武帝啊制定为咱国家教育政策咧，依然一直到着咱即个清朝末年，所以两千多年来拢无改变啊，拢会当依教奉行。所以国家着靠着安尼来终止旧安啊，人无分哦，即个贫富贵贱，无分老的少年的，无分什么行业。拢会当接受到这个教育，所以你这佛法来讲，拢总是咱这个菩萨哦，而做菩萨啊，啊而做君主，而做圣贤呐啊。所以教育是理性的大根大本，根本如是啦，其后也无例外啦。所以无论是咱过了着什么款的生活，用着什么款的身份，从事着什么款的行业，一定要依着上界精神。爱心来爱咱的下一代，来教导着下一代，塑造咱的下一代的人来开这个智慧。所以在咱这一代的经验，咱这一代的成就的基础顶端上，会当阁更加较向上伫咧提升，这叫做理行。那么咱对这个所在较用心来个思维来个体会，就知影讲行习善道，伊就树立理行庄严国。令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广大利益啦！这个利益简单来讲，就是讲社会安定啦、啊，世界和平啦、啊，哦，繁荣兴旺啊，人人拢会当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呢。过来，咱要讲到这个东书啊，古德伫咧讲啊，何讲东书，令其各得兼益啊！即句话就是咧。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实际上伊是包山包海啊啦，包罗万象就对啦。何讲东书，就是儒家所讲的叫做“礼之用，和为贵”啦。所以佛法伫咧讲六合敬，六合敬，会当含大众安尼和睦相处，这就是究竟圆满高度的智慧呢。哦，所以什么款的人才会当有这个甲那救法界众生会当和睦相处，只干有诸佛如来嘛。发心大师也是会做会到啊，但是无有亲像佛安尼遐尼正纯正自然啦。因为佛是圆满性德起用啊，凡夫
烦恼是去清淡啊，所以因此未当和别人来相处，烦恼总是出不了的梦想分别执着嘛。你那发心大事分别执着拢当真啊，啊梦想就是讲无明啊，也就是纷纷拢伫咧破土嘛。所以因会当做到，啊咱做未到，就是咱做未到，咱决定就是伫遐咧轮回啊。啊，既然啊无要轮回，咱就决无那免不了咧轮回，就是一定爱对咧去三恶道的啊。所以人贵自觉啊，就是讲咱护法教合无他啦，只是帮助着咱来感悟念念啦。所以呢，佛对着咱的一个教合是一个正常因，家己必须要爱有这所因缘、无间缘，安尼才会当有成就。所因缘就是咱的哦，这个因咱的佛菩萨的一个教诲哦，所因缘。这就是一定要接受到佛菩萨的一个教训啊，而且接受到这个教诲，决定袂使中断啊。所以古早人伫咧讲三日不脱圣贤书，面目全非啊。古早人听圣贤伫咧教诲会当保持三工呢，啊，咱一工拢保持不足，所以由此可知，即阵的人的神经确实不如古早人。逐工伫咧分析，同款也是袂当回调。这就是佛经顶面所讲的。一禅地，禅地就是没有善根的意思啦。善根断了嘛，哦，这就是形容善根安怎会断，业障太过重，善根就无起作用。虽然有，定义是断嘛，所以因此伊就无起作用，就定义断啊。所以因此，今日咱今日爱努力来克服着你家己，克己啦，啊，下一个功夫克服家己的这个功夫，就是咱这世人修学。成功失败的关键啊！那么东树列就东树列就是六合经，六合经就是六个同字啊！哦，见合同解。所以今仔咱见解依靠着佛菩萨的一个教诲，你这个所在建立着这个共识同解啊！啊，共识，刻入着佛的一个境界，见书也好啦，尘所烦恼拢总断啦，无明也破了过路品啦。这个时阵境界自然就同款啊，所以咱今仔日境界也无同款，就是因为有这个分别、有执着，个人的分别、个人的执着无同款，所以分别执着你若拢总甲放落来，境界大家拢总嘛同款啊，哦，是不是安尼啦？那迄个无同的所在，所谓这个护佛道同啊，咱这个发心菩萨的境界几乎拢总是同款的。所以因此无同款的境界，无同款的想法，无同款的看法，拢是因为无同款的分别执着所产生的就对了哈。时间的关系，今天讲过这个，叫咱这边做回向，张伟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哈。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往正哈，咱个地放开，做两嘴、三嘴、五嘴，甲吞，未扎定完就爱记一路。吞一嘴，没感觉。阿弥陀佛，来请您。怎么能看电脑呢？怎么看刷电脑呢？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定化，斑斑何欢似醉消，佛愿保留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岐山秀文姐也点袂歌，思乡情歌。
风。